金融揭秘。開始咧，而家係考慮緊，只係一個問題，係加50% or 100% 嘅 ，OK， 係咁噶啦 ，OK， 唔係咩啊？你好，嗱，今日咧。这个视频我星期三做的，但其实已经出了三个视频给你们了，这个当星期四也好，什么都好了。Anyway， 先讲个金和银， OK， 我越来越觉得今个星期很有机会个金会接近1900，或者甚至乎破1900，而当个金破1900的时候，个银就会分分钟到26，25就一定过硬噶啦，会到26。OK， 点解我咁讲呢？因为咧个金同银同大部分嘅产品吓系投资人士留意住。去搶的根本上都是集中於一個事情，就是美國的參議院會不會通過那個援助這個病毒那些那個relief package 啊，呢个救援嘅一个方案，系而家讲到咧系大约908 billion 嘅，应该9000亿啦，啊当佢系，咁啊嗱，参议院同埋国会今个礼拜已经系最后一个礼拜，跟住放圣诞假啦 ，OK。即是说呢有或者没有个决定都是这个礼拜而已，最迟礼拜五 ,Alright? 那你都看到金和银两个由最近的病态好像病了一样，银落到21.8，金落到176.6， OK?但是现在金回到上来$100，在几日之内，现在是186.7，由176.7上回来，当然在这里是会有些少技术性分析上面的超买，会有人获利回吐，但是一路都跌不回来。
月开始咧，而家系考虑紧，只系一个问题，系加50% or 100% 嘅 ，OK， 系咁噶啦 ，OK， 唔系咩啊？